太早。现在来到第十局，这时候高雄狮队换投手，现在换上是背号九号的陈威翔呢来接替。那陈威翔呢也是这场比赛呢在高雄狮队所动用的第四位投手，他其实就是昨天的先发投手。是，这个不错的三振能力啊。那昨天控球有一些问题，昨天是投不到两局的退场。现在来到突破僵局，这个球没有点好，被捕手给接杀出局。哇，这球又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战术。那么新北市进攻这边应该是把第九棒的吴岱恩放在二垒，然后第一棒的选手放在一垒，然后是从第二棒洪承轩来攻进攻，是没成功。这个九一了哈，放在二垒跟一垒，然后第二棒用短打来推进。